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二池。看我身后今天的太阳好大，又可以穿短袖了。刚吃完午饭，然后下来吹吹风，晒晒太阳。好几天都没有看到太阳了，冷了整整三天啊！今天终于又出太阳了，但是接下来好像个把星期都是28、29度的温度，又可以回归到穿短袖的日子。你跑哪里去了？怎么从那边过来的？不好玩吗？我在附近转一下，走一下呗。消食啊！你中午吃多了？啊。中午的菜也不咋地啊，你怎么就吃多了呀？喂不到呢。哎，那我问你个事呗。又有什么事？不要那么严肃嘛，放轻松啊。三天两头有事问，三天两头有事问，啥事？你不是跑代驾也跑了？
你傻不是我傻啊，你傻他傻。你还要不要去做什么呢？我想去啊，你不是说不让我去吗？那边有那个什么汗吸的那个味道，还有那个焦味。你可以到对面去的那一家去啊，对面那一家不是贴那个手机的那个什么小铁片，就是夹那个小铁片啊。那里也可以，我就是怕我夹不快。慢慢来呗，一周要你赚多少钱，打发时间而已嘛。你去那一家那里，又有汗吸味，又有那些焦味，以少击多，闻到对身体也不好，对小孩身体也不好。你今天不上班是吗？没的，休息。你说你这个月才上多少天班？你自己掐着手指算一下。7天到8天吧。我的妈呀，我还说你上了10天班，原来是我高估了。7、8天。那你没做事，走吧，我们两个一起去。行了，好的，我陪你去吧。走吧。